来，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郭的频道哈。那这是记录的日记本哈，第十五集，我们来到了这个六合夜市哈。那这个是在8月27拍的影片哈，那算是库存啦，那也是我之前说的一直要拍这个高雄的老的商圈跟市场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六合夜市我相信是一个高雄很老的夜市哦，那它经过很多次的整顿哦，包含店家啦、商圈的状况啊等等啦哈。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哈，我们这种夜市的客容量，其实如果没有外来客的话哈，它就是再低的是有限的哈。也就是说，当你在整顿 A 点的时候，那人潮可能会往其他地方去转移这样子啊。那六合观光夜市呢，主要就是它取名观光，观光两个字哈，也就是说，一般的观光客或者是国内旅游啊，或者是自由行的外来客啊，他们都会以六合夜市当作是一个必逛的目标啊，哈，啊，所以当然市府也是加强在这方面的一个规划哈。可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啊，哈，这个一个夜市哈，如果没有一定的特色哈，它是吸引不了回流客哈。我讲的是回流客哦，好。那这也是很多这个所谓的经营夜市的摊商哈，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哈，就是说回流客如果少，那摊商就会撤。那摊商撤的话呢，你租金就收不足，租金收不足呢，你就涨租金哈。那如果没有观光客愿意要再来的话，那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啊。那我还是要说的，就是说你每一个夜市哈，在经营的时候，你要去有一个定位了哈，你要让这个消费者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再来，好，因为大部分的夜市哈都是经营在地客哦，大部分哦就吃喝啊哈，可是玩乐啊、服装啊、周边效应啊等等啊哦，那在六合夜市这边就慢慢的式微了哈，因为以前。所谓的夜市少的时候，那六合夜市就是很突出哈，唯一风街的夜市。可是现在夜市已经慢慢走向那种所谓的广场型哈，就是大广场，然后里面摆了几百摊这样哈，很多台南啊或者是其他景点哈，所以变成这种风街夜市反而是以前的风格啦哈，以前的风格就是台北也有一些哈，一些夜市就是风街夜市，它可能白天的时候是道路。到下午晚上会把它封起来，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它不封路，它就是两边就是夜市，那当然有车在跑就比较危险。那现在的话，它就是有封起来了嘛，所以相对的这种步行街的概念就出来了，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子的类似步行街的概念。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特色。他所有的东西你在瑞丰都看到，甚至瑞丰的规模跟种类都比你多。好，那我看一般的菜市场啊，我会发现到其实菜市场的人潮之多是因为它有特色，所以买东西的人他会选择性的去一些市场买东西这样子。比如说我礼拜几在哪里买，礼拜几在哪里买。但逛夜市就是啊，逛夜市你的目标锁定的，如果是只是观光客的话，那观光客少的时候没有团客，那你怎么办？那就算团客人多来，那你怎么去吸纳这些？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要把它定位成一个都市经营，就是以都市辅导为主的所谓的观光客的地区的景点的话，你的国际化跟设施其实一定要提升，一定要提升。比如说你看看板啊，可能人家台北有在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北是有在做，台北花了很多心思在国际化这样。所以国际化这一块的部分，我会觉得其实要多用点心啊。好，那这个部分可能你不能让观光客来，然后他只会讲英文，或他只会讲日文，就会讲韩文，可是他没有办法跟你消费者去沟通跟交易，好，那这个东西其实甚至人家东海或者是瑞丰夜市，其实很多都已经慢慢的在往这方面去，增强所谓的摊商的竞争力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观光客少，那你管理费就是收的低嘛。那管理费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有效率的管理，就是说你今天不是只是光收钱哈，你不是只能光收钱哈。那观光客一少，你的费用就高，就会提升。那摊商就不想待，因为赚不到钱。他赚不到钱怎么办？他就会离开。他离开摊商又更少，那你又涨更多的管理费，那到最后就会恶性循环。所以就变成说，六合夜市它经过整顿之后的空间，客容量相信都很有竞争力，很有竞争力。但是你要告诉我说这里有什么特色，我讲不出来，说真的讲不出来。因为以前可能我会觉得说我们要买什么就去六合夜市逛一逛，以前是这样子。我们要买什么东西去哪个夜市，去新兴夜市，去哪个夜市，这样子。那附近有怎么样的景点或者是怎么样的可逛之处，这个东西我会建议市府啊，这是高雄市的，要去思考一下了。当然了，当然这种老街区问题很多，那不用我提出来，问题很多了，龙蛇杂处各方面，尤其这里是一级战区，一级油水区啊。那这种东西如果你不能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了，那观光客不愿意进来就有点可惜啊。而且站在我们的角度讲嘛，如果说你今天你没有一个特色出来的时候，相对的只是为了吃，我觉得啦，我觉得消费者会选择有回流呢，往瑞丰夜市去，或往其他的光华夜市或吃的夜市去。卖衣服的，那这边的话，这边的话就对于观光客来讲有吸引力，但是对在地客就没有吸引力了。好，那这个东西就慢慢去思考了，我觉得你需要有很多的活动，我是建议的，我建议就是说，因为你是封街嘛，封街的话，其实只要愿意跟厂商或者是市政府自己出一点经费或什么的，把整个六合夜市提升像这个西门町这样子，就是说不只是装潢而已，而是活动。我是会我的想法是会放在说，你可以用六合夜市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室外的活动的场所，像韩国也是一些表演啊、活动场所啦，然后你用低廉的收费或者是固定的一些市府的专门的规划单位来安排安排一些活动这样子。活动还需要我讲吗？应该不需要我讲，至少每个月一个活动。老同关家我是觉得这样子，你至少每个月一个活动，甚至一些空间，因为这除了固定摊商之外，其实还是有很多空间，甚至一些空间你可以用低廉的方式配合活动，再把外面的摊商给拉进来做一个摆设。为什么？因为现在主要就是说摆摊成本一直在提高嘛，那如果你配合活动，那再加上本身原有的六合夜市的摊，这个叫做异业结合啦。现在游戏很多都这样子，搞异业结合，比如说搞同人志啊，搞音乐节啊，搞表演啊，等等啊，把场地弄成小舞台，然后在特定的时间，比如说人家台北可能圣诞节有什么祭，高雄有没有什么祭，我们海洋都市其实可以搭配一些祭典，甚至你可以把一些表演的时间延长到这个区域啦，我说区域，譬如说中山路很大嘛，中山路很大，那中山路两边的人行道也很大，那两边人行道又连接到六合夜市，那就变成一个很好可以办活动的地方，跟规划一些固定活动的场所。那当然你说安全上也是要考量啦，因为交通车嘛，发生啊。那如果说你能够有一个有效的活动专车，把外县市的人，这个临近周边区域的人，给安排进来都市，
做观光不只是要做郊区而已啦，我们都市内的行销跟这个整体的素质，文化艺术水准的素质特色也是要安排起来，不然只是靠这些一般的摊商靠自己去拼，政府的力量要提出来了。要一杯吗？不然是可惜的，因为这个场所其实是很大，空间很大，如果你今天可以安排个一两千人的活动，其实都容纳得下。不要说老是给民间去搞，然后就是想要赚钱，你就是想要赚钱的这个想法，其实会让摊商不愿意参与，你赚不到钱嘛。那摊商赚不到钱，那、你的观光客又拉不进来，你去搞那些盐城区的哈什么的也很好哈，因为刚好结合周边博尔等等嘛。可是我是觉得这样子啊，不同的区域哈，不同的时间点去分开去接哈，那主题性要分开来，然后最好变成固定的啦。不要说老是同类型的，你同类型太多哈，消费者就不会想去。人家中，人家日本很多观光活动其实都是一年一次，一年一次。但是他那个一年一次啊，不管是阿波舞活动或什么的，人家就是可以有很多愿意参与的人啊。这个东西你就是要让我利用公共资源去安排参与啊，见学啊等等啊，来导入这个城市的观光的一个循环的赛道的一个范围里面。不要说我们只摆个夜市，然后上面场地开出来，然后就不管，其实这个不行，这样子不行。对，你要那烤鱿鱼，烤鱿鱼也可以办烤鱿鱼的活动啊，对不对？好，那就这样子，那大家就看影片哈，看影片看一下这个摊商啊，有各种东西可以吃的地方这样子。好，那就继续参观吧。嘛是有一段路的呢。双吉林，这是烤麻薯，烤麻薯。烤泰国虾。东山鸭头。冰糖葫芦。冰糖葫芦。然后再一个这个。你看这，这我等到个流行这起来哈。哎呀，一串是偌济啊？一十七十。对。哦，这是大冰糖葫芦啊！无啦，冰糖葫芦是用糖，不是冰的。好，阿嬷的小番麦，阿嬷的小番麦，土鸡王。这是做菜呢，这是鹅蛋烧，袂使。四千。章鱼烧。
东东迷你火锅。哦哦，烤肉呢，食盐呢。食盐炭烤。这是肠粉啊，肠粉。哦，叫十全药膳排骨。药膳排骨。沙牛肉面。哦，这是沙粉。对对，甘蔗啦，甘蔗汁。皮制品。伊个就是迄个奶茶有加做一乌糖，珍珠奶茶加做一乌糖，就叫做下骹就乌糖的迄个图案啊。一条根，他这个人没有那个瑞丰夜市多哈。哎，居然有卖面包的哎！你好，面包要两个五十，668。这边好的，35，2个50。哎，你的盖头就去加，赶快。啊，那价头前去打差不多。哦，这间呢？这间刚才不是？来，美女，看包包看看啊。以前都卖牛排吧？牛排嘿啊。纽西兰吧？嘿。它即马变成电动间啊。新疆羊肉串，你要食新疆羊肉串？哦，好香的味道！啊，这是鸡腿酥地瓜球超大鸡排。麻辣鱼蛋。现煎鸟蛋。香水椰子。哦，药铺，蚵仔煎，豆花，你吃豆花吗？这个取缔酒驾。你吃豆花吗？嗯，行，继续行，到尾啊。啊，未到尾吗？到尾了吧？干什么？他们有什么钱啊？到尾了啦，这是尾啊。八宝鱼仔汤。这是迄个啦，海产粥啦。海产粥，妈妈，乌鱼子，哇，无鱼啊，无鱼啊，无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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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无法度食，无鱼，无鱼啊，诶。这也是在这
买一个嘛吼。妈。你叫谁？你叫姐姐。你搞过一支。啊，点海产就要先付钱吗？你需要送到付。送到再付钱。送到再付钱。这边一碗。好，好。我点点海产粥。没啦，那有差，我叫你啊，我加这一碗你啊，我要拍啊。快。130年啦。你要坐，要坐。好啦，你等伊旁来，你该扶啦，我再翕一个。你不是说你可以忍？我可以忍。啊！谢谢。哎呀！哎，好谢谢。杨梅雕还是哪里？啊，我见。拿着。这都有那个啊，排水的啊，应该不是吧？还不错呢，哎不，一个小时盖的瑞丰夜市一间同款，你这料无卡少。
一只鹅啊，较侪，啊，鹅啊四五只。大哥，好，谢谢。不要不吃这，要吃这来吃吃，唔免再吃迄间八百。你看啊，吃只鹅啊。你饮看麦，喝口汤，喝口汤啊。对啦。喝口汤，喝口汤就好。啥物件？爱玉啊？哪只啊？姓王吧？拍照，哎呀。
你好，爸爸。盐在你菜啊？你连问，他不管。你要搞卫生纸。嘛是发烫，对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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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啊，你要看麦，你要看麦，坐你来看麦。奇怪，这那这样的生，我想拢无呢。对，迄个瑞丰夜市嘛，做这样的生济。啊，得安尼算算算安尼。对着竹外个会造出来啊！你上你上你上，伊侧面做成阿姨，你会感觉吗？伊这你落竹外落，阿姨就走迄个规落规粒下边来。啊，你若讲落，有两分的、四分的、六分的、八分的、十分的，落过那个伊就掉的。哦，啊，两分呢，啊，有个人在搁加竹啊落，加好倍率较悬的，安尼两倍、三倍、四倍安尼。啊，迄种是落彩票的，啊，这种是算竹啊的落彩。你会算吧？对啊。哈哈哈哈哈哈！你啊，讲流行这足奇怪，这较早夜市啊，哪有通算的？哦，大肠包小肠，你看，大肠，大肠包小肠，大肠包小肠，啊？嗯，这物件嘛是够重复的啦。熟悉的阿里贝啊，干嘛有啊？你啊小朋友在耍。江苏鸡，讲起还是瑞丰人比较多啦哈。不过瑞丰较客啊。对啊，你看，你看起啊，你看，你看一看啊。
黄金乌龙，冰块甜度，少冰半糖。杯啊，落落去，一箍落去，安尼三十吼，歹势哈。二车哩，一箍无收着。啊，这样韩式肉饼诶，哦，诶，就是大陆人爱食啊，迄个小龙虾，凤梨酥，啊，这是。诶，金马啦。看什么？你看凤爪，你有吃凤爪无？牛轧糖。牛轧糖啊，牛轧糖。猪肉粉。不用。拍一下。哎，猪肉排，第一看到。哎，还有好多好看的。外国人，妈妈妈妈妈妈，这个啊，哦，车啊，哎呀，他要开车进来啊。这是卖饮料的啦，他卖饮料的。哎呀，电动的，啊，货车，啊，等您按车袂调，我要直接坐咱来坐。不过听讲这走无远啊，这电动摩托车，电动车不是电动摩托车，电动车，哎，电动车。不挂牌。好了，不挂牌。哦，这个椒盐螃蟹，哦，那饱干的呀。哦。饱干就是小笼包。小笼包蚵仔煎，
香葱肉卷。你妈，你看香葱肉卷。伊在外口用肉家在包肠啊。我塞个。塞子牛排。小份的。哎，现在这条夜市这侪咧卖，哎呦，你看这。有吧？哎呀，一加热啊。哎，牛排啊！哎，看这大鱿鱼，遐大只，遐大根。我搁有啊，你也要吃的有啊。哦，外国朋友，外国人。有啊，人伫遐等啊，180啊，土耳其煎饼啊，韩式炸鸡。啊，你几块啊？啊？伊咧烘迄个饼。多少钱？不啦，主要是迄个，我可能是因一个团体啊。起司卷，水饺哎，哦，这水饺只得6块，妈，这水饺只得6块呢，生意真好哩啊！酸辣水饺吧？无啦，酸辣汤水饺，普通水饺。我先吃好。哎呀，6块呢，6块呢，海鲜烧烤 ，barbecue。讲起来，这除了炒饭之外，哦，这样在卖香精、香氛呢。麦芽糖、大肠包小肠。德国猪脊。
鸭血堡。哇！为什么那么多玩的在前面啊？跟以前都不一样啊。葱油饼。都不看街头艺人哈。没有。你看一间，你没看一间呢？比所想的还要少哎，哈，人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更少人哈。哎，有几有一波，像爱骰子牛啊，那个钱啊，哦。啊，惊炸炸的啊，都重复作多啊。啊，拢迄一挂啥物大塔门的啊，啥货迄，像无够年轻啊。他的摆设的东西都不是年轻人在喜欢的东西，啊，不过那个打弹珠的倒是多，啊，给打弹珠嘿，他咋无迄种物件？我你看这，这叫啥？蜜丁啊，吃到饱啊，蜜丁啊。这是酒店啊，这几栋拢酒店啊，这栋几栋拢 KTV 甲酒店啊。